手或者是郭董，那您怎么看您的复仇条件跟人选？其实郭董我是非常敬佩的一个人，尤其他的总部在台上，长期以来我对他经济的贡献，尤其这一段时间他愿意挺身而出守护中华民国，过台湾这个土地，伊的决心，伊的牺牲奉献，我真正真感动。所以其实郭董是我们有共同价值跟信念的人。当然广仲敏在当台大校长的时候有所有为，而且得到很多老师跟学生的敬仰，他也是国家的怀宝，是令我们敬佩的，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我们也是一起为了我们的国家，为社会的发展，大家一起努力。现在传出就是副市长谢振达以及副秘书长张其祥，还有法制局长吴宗宪都会未来都会协助您打2024的选战，您怎么看这件事？其实我们团队不管内部如何调整，最重要的选举要影响市政往前走的力量。的先进朱立伦主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的肯定。更重要的，我要在这里谢谢郭台铭董事长，在经济上做出巨大的贡献后，为国为民团结大家一起来打拼的精神，我个人不但敬佩，更愿意团结在一起，携手并进，这是为我们中华民国，为台湾这个土地，咱来团结胜选。尤其现阶段，我们的国家在国际情势兵凶战危，国内冲突对立，百废待举，让年轻人看不到未来。我们必须大破大立，再次让政党轮替，再次让政党轮替，再次让政党轮替，才能够救国家、救台湾。我们要展现破釜沉舟的决心，要参选就要胜选，要参选就要团结国家，要参选就要带给人民希望，守护中华民国，爱台澎金马这块土地的人民，是我一生唯一的信念，永不改变。我本来台湾人，
拢是勤俭、认真、老实，拢努力为这块土地、家人、祖孙，拼一个更好的未来。因为咱拢知影，中华民国是咱的国家，台湾是咱的厝，咱大家要团结一致，自立自强，才过好咱家己的厝，才能创造共同的未来。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艰苦的岁月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凝聚我们所有的向心力，向前走。我是侯友宜，中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我参选为了赢得国家的光荣、台湾的繁荣，让我们不分彼此，团结圣贤，团结圣贤，谢谢大家。未来在520再跟各位做详细的报告，谢谢。我们加油，团结圣贤，我们加油，团结圣贤。我们再请我们总统征召同志侯友宜站在舞台中间，并且请朱立伦主席以及我们今天所有的县市长以及我们的立委提名的候选人，还有我们的立委的提名委员也都来到舞台的中间。来，我们再一次邀请我们县市长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以及我们县联副主席、联社文副主席总召，还有我们副秘书长一起站到台前，我们共同双手牵起来。这是一个团结的时刻，如同刚刚侯友宜所说，要参选就要胜选，要参选就要赢回中华民国，就要守护台湾。我们是不是每一位都能够把双手牵起来？好，我们要侯友宜动算，侯友宜动，侯友宜动算，再来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团结，国民党胜利，请大家一起喊出来。一定要胜利，为了台湾，为了中华民国，我们破釜沉舟，勇往直前。2024，拼国会。